你吼吼。知道我们之所以招不到人，是因为别人对我们野狮小组还不太了解，我们应该主动出击，宣传我们小组，宣传方式可以和我们野狮组挂上钩，不一定要去你们发传单。二哥、大哥、三弟、大哥、三啊！太棒了！好好看，好看。公既知天命，识时务，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疆界？我奉诏讨贼，何谓之无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天数有变，神气更低，而归有德之人，此乃自然之理。慢点。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这位是身患什么重病呢？帅癌入骨，晚期，没救了已经。那这位是？残疾吗？这位是帅癌，超晚期。现在总该有味儿了。我这次都没有味儿，主要那口气没有。口气清新。啊，我嗓子都很痛。保持口腔清洁和清新，绝对没有口臭这一句。还有谁？你在看吗？看到，看到，挺好的。这不是有个可以拉的吗？假的。神给定金。好家伙，再往看。五三一三二三三。这样，少了一根。我得立出来。来吧，来吧，哎，直接完了，你让我出去了，来哦来哦，来哦朋友，来直接，十九场一进九次。Yeah.
你好。啊？这是你自己的字帖吗？嗯。那这个事情非常的闲。我们通过叙述。不愧是个啊，优不愧是个优秀的上弦队员。又是学。我把他在啥都对对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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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墨镜不戴，谁都不爱。这个造型走出去，绝对引爆全场。多帅！可是我们心底的一种意念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奥特曼，每个人都可以变成光。总导演对他刚才那段表演评价如何？还行吧。本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，演成这样，我觉得还行，将就也就。之后再互相看，表情非常的无奈，好吧？就觉得班服非常丑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们班服也非常。站到那个桌子后面啊，还抱抱。其实我们班服其实还好。我没有班服，学校没有。太贵了一个。你来呀、啊，你来一个。啊！然后他勾不上去，老师。我可以爬上去。我也上不去，上不去。那好高啊！哎，张杰，张杰，上去。上去，你待会肯定要被服装。你要被，哎，你要被服装检查。哎。哎过来一个，来那个小杨再过来一下。没事，裤子没脏，挺凉的。哎，小心点，把衣服。你好。啊。
老师，我们在上普通话课。对，我们在自学普通话。假如你听到了什么，那就装你没听到吧。谢谢老师，老师真好。动作错了，是什么动作呀？忘了。你在干嘛？放手机。算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拍什么嘛？还揭露我的罪行吗？死亡丧。好热，不是那边有粉丝。哪里？哪里啊？那个粉。我的天哪！在偷看漫画书。我知道。你在偷看什么呀？没有。我在偷看。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呗。你觉得我可能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不是啥呀？喜欢看热血青春的漫画，所以暂时结束了导演这个职位，将来还是否会有这方面的发展呢？不可能的事，就是这样。肯定 easy 啊，这种可能性很大的啊。豆雷，那下一步试一试，准备往哪个方向发展呢？每个方向都发展，全面发展。
现在主导的下一步是大作。